蜜语多年前我第一次成了奶爸，但是收入不够让孩子快快长大，每个月有鸟不耐烦烦大扯淡，还有那信用卡的账单常常让我惊呆，一个月赚不到5万，一年换2个老板，我终于懂了什么叫做薪水的天花板，于是我辞掉工作找找看趋势的风口，因为听说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，我打开存折不敢看，因为只剩不到5万，但我相信客户越多就没有收入的天花板，创业没有资金怎么办，于是我开始想到去帮客户做网站，一个网站报价就收33300，只要2个客户就比上班还好赚，孩子们慢慢长大，客户也慢慢变大，生活有了重心，努力赚钱不再害怕。过了20年，累积了数100个客户，终于感受到稳定的被动收入，我开始规划未来的传承之路，成立了家传俱乐部，送了你更多的礼物，你不用花大钱买屋，年年都有被动收入，你可以不用上班，你可以开除老板，因为你宅在家也能接案，而且比上班好赚，来这里学会自己架酒器，来这里学会自己挑战，来这里开发自己的线上课程就是赞，上天给我们脑袋，别辜负他的期待，追求自己的理想，生活要赶快加入我的家传俱乐部，让你的人生有钱有闲又很酷，加入我的家传俱乐部，让你的人生有钱有闲又很酷，加入我的家传俱乐部，让你的人生有钱有闲又很酷，加入我的家传俱乐部，让你的人生有钱有闲又很酷。